好嘞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港，今仔日迎来着全世界上界大只的货柜船。这个商船会当载将近24,000卡的货柜，未来每两礼拜会停靠高雄港一届。好嘞，透过这个港务局空派的画面，会当看到这台号称是全世界上界大只的货柜船，豆豆啊停靠伫个高雄港。这真大只的船体，后边啊引水船看起来是更加细只。这个系列的商船总共有12架，为韩国釜山一路往澳洲来行驶。本来是无规划要来停靠高雄，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这个全球的航线大混乱，所以重新来整并了后，把高雄港列入为停靠点。安尼一来，也会当来促进到台湾海运的竞争力。